第一时间观时事，解局势。大家好，我是美玲，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要谈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提到二十大报告与党章修正案等等。不过呢，外界质疑习近平有必要在二十大继续修改党章吗？据中共新华社九号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习近平主持下召开会议。 研究你提请十九届七中全会讨论的二十大报告与党章修正案等等草稿。会议通稿表示要把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的战略思想写入党章。其实呢，早在二零一七年的中共的十九大上，习就曾推动修改党章，把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这个举动提升了习的地位。 路透社报道，对于这次二十大修改党章，一些政治观察人士表示，一个呢可能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修短为习近平思想，使习思想成为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第三个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中共的指导思想。这意味着习的地位将高于之前的江泽民和胡锦涛。 意在树立习在意识形态上的绝对权威。分析还指出，另一个可能被看成是提高习权威的修改是将中共最新提出的“两个确立”写入党章，进一步确立习的核心地位。那值得关注的是呢？尽管是不太可能，但还有一些专家暗示，中共可能修宪恢复一九八二年被废除的党主席的最高位置。根据党媒发布的消息。 会议认为，二十大要从战略全局上对中共所谓的事业做出规划和部署，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之下，再接再厉等等。旅居美国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共政治局在这个时间点上开会并做出这样的表述，意味着习在二十大一定要连任了，是非常明显的。那胡平还进一步解释说。 在中共的语会中，“思想”是一个最高级的称谓，差一点叫理论，如邓小平理论。那至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没有冠名字，连理论都不是，当然也就更低了。所以呢，如果习思想写入党章，那就意味着习在中共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将和毛思想相提并论。 不过呢，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则认为，虽然呢看起来是这个会议加强了一点习近平的地位，但是呢并不能解读出他的连任是毫无疑问的、铁板钉钉的。那另据法广的报道呢，有观察人士也疑惑，既废除了任期制，也在十九大修改了党章，准备在二十大连任的习还要再修改党章以强化自己的地位。 难道习对自己的地位还缺乏百分之百的把握吗？那如果如上述分析呢？要把两个确立写入党章，形同坐实了这一疑惑。也就是说，习近平近十年来以反腐的名义清除党内有可能阻碍他的势力，而且在废除了任期制、把习思想写进党章以后，还需要确立其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还需要确立习思想。 对于全党的指导地位，那给人造成的感觉呢？就是说，习的地位并不如某些分析人士声称的那样强大和巩固。那如果习真的那么强大，还需要确立地位吗？而且还需要用到两个确立吗？那也有人指出，习崇拜的毛从来也没有强调过要确立地位，全党不是还要不断的高呼万万岁吗？ 由此看来，习政权还远远没有固若金汤。历史学家徐英石受访时曾经指出，共产党现在是坐在一个火山上面，但是到底会怎么样结束，谁也不敢说。被指已将党天下变成习天下的习近平，会不会有一种坐在火山上面的感觉呢？习及中共沉浸在“喜迎二十大的”气氛中。 中国却处处是大白横行与清零封城的恐怖场面，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倒退。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直指,指，精英阶层对其的不满情绪正在向下扩散，并向公众蔓延。评论员周源在大纪元上也认为，中共的二十大不可能产生什么真正的新战略，自力更生被宣传为新首旗。 在过去的两年里已被证明无效，二十大以后也救不了中共的命。各方面针对二十大的报告，许多意见估计也是阻挡不了新战略写入党章。那当然了，也没有谁能够提出真正的好方法。只要中共继续掌权，中国的未来便会危机重重，中国梦也会渐行渐远，老百姓也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 旅澳著名的法学家袁宏斌曾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直言：“习近平现在借反腐败的名义进行政治和权力的大清洗，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摧毁中共暴政这个权力腐败的根源，而是为了强化根源。所以呢，习整个的执政理念是为了维护中共暴政的罪恶。”好的，那刚才美玲讲的呢是第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四川地震不到一周，就在中秋节当天，青海、新疆、西藏也接连发生了地震，这让民间不禁想起是否是汉震理论发威。据中国地震台网通报，十号上午十点零一分，青海海北州门源县发生了三点七级地震，震源深度为九千米。 当天下午的一点五十一分，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也发生了三点七级地震，震源深度为十三千米。随后下午四时五十三分，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又发生了三点一级地震，震源深度为十千米。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官方尚未公布上述三个地区的伤亡情况以及经济的损失。 八月底，中国网络盛传“大旱之后必有大震”等言论，并引述了“旱震理论”提出者、中国地质学家耿庆国的说法，认为地震与干旱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对此呢，中国官方一度出面辟谣，指科学家们还没有监测到任何大地震发生前似乎必定会有的讯号。但有网友质疑，《唐山大地震》一书提到。 大地震前几天出现的异常情况，尤其是前几个小时特别的明显，如大量老鼠疯跑、地震前夜猫狗躁动吠叫、井水上涌等等。而在2 0零八年的汶川地震发生前夕，绵竹也出现了数十万蟾蜍迁徙的情况。那如果翻查历史资料，我们也会发现，震撼镇关中古人早有记载。 例如，一九七二年，中国华北地区遭遇几十年不遇的严重干旱，结果一九七五年，辽宁海城发生了七点三级地震；一九七六年，唐山发生了七点八级地震。还有就是一九七二年，中国西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干旱；一九七三年，四川炉霍发生七点九级地震；一九七四年，云南昭通发生七点一级地震。 此外呢，两千零六年四川、重庆遭遇大旱，部分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一些地区气温多次超过了四十度，甚至出现了四十四度的高温。这场旱灾一直持续到两千零七年，结果呢，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号发生了震惊国际的汶川大地震。而且中国民众除了要面对天灾，还得应付人祸。 近日以来，四川震区民众在地震时被封锁在铁门内，无法外出避难，和救援人员排长队先核酸再救援的视频流出以后，将中共当局的极端防疫的怪诞冷血暴露无遗。评论员李正宽在大纪元上认为，中国人可以因为封城造成的物资匮乏而死于饥饿，还可以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于各种疾病。 更可以因为封城造成的抑郁而死于自杀，同时也可以死于地震，但是就是不能死于病毒。这就是当代中共官场的政治正确，其荒谬与残暴的程度堪比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此时则是以动态清零为纲。那评论员洪博学在《民报》上也表示：“近朱则赤。” 中共与朝鲜一直是集体主义牢笼的典范。中国网民给了习近平的封号“中共帝国清零帝”，企图把病毒和经济归零，但老百姓的债务不归零。而且，中共下令要人民自费做核酸，把镰刀砍向韭菜老百姓。穷人好管理，这才是习大帝的真实目的。他不只是要确保连任，还要确保中共帝国的永远执政。 那最后呢，美玲来做一个总结。我在节目中讲到，习近平二十大要再修党章，反而遭到质疑，其地位并非是固若金汤。另外呢，我还提及中国三地中秋节接连地震的讯息，中共出面否认汉震理论，却遭到网友们提出相关资料质疑。好的，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恳请各位订阅、分享和点赞。 您的支持就是我做好节目的最大动力，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发表高见，第一时间视频在先，我们下次再见。